台湾人敷面膜平均每人三天就敷一次，爱美的 Ella 也不例外，甚至也邀老公一同敷面膜，还说自己是面膜女。结婚刚满周年的 Ella 神采奕奕的出席代言活动，爱美的 Ella 说最爱敷面膜来保养。那我就自称是面膜女这样子，因为我很喜欢敷脸，然后也很常在脸书上面就是 po 我自己敷脸的照片这样子。对，被问到另一半是不是也会敷面膜， Ella 则表示邀请他说，哎，老公我们来敷脸好不好，然后他就会跟我一起敷，我们会照相啊，做信念，我们两个蛮爱自拍的这样子。Ella 还在脸书分享与老公的敷面膜照，除了大方晒恩爱，也算是尽了代言的义务。新唐人亚太电视吕副展，台湾台北报道。